大家好，我们已经到达了坦桑尼亚的达市，感谢昨天兄弟们招待。咱们看一下这边的，我们昨天下榻的这个酒店的环境哈，看一下。像一种小别墅吧，都是一排一排的。啊，它是一梯两户了哈。对，一栋一栋的。一栋一栋的，嗯，一栋不动是王吧？是吧？这个得动一下。房间换楼下了，回头大家看一下我住的房间。我现在看了我的房间，我大家看一下昨天晚上我那个住的房间。反正应该现在不好，看到他们打我进去，把帘都给拉上了。Hello, how are you？ 他不会说英语，你说这个不说英语的国家，听不懂。哇，这个开门挺费劲哈。你看一下，我这个比较好啊，一出门就是澡堂，我这晚上我可以给他泡澡。你这澡堂行啊？你昨天晚上没下去搓个澡啥的？我想搓来着，我没有带澡巾，没澡巾搓的不好，搓不下来。看一下，出来看一下哈、啊，草坪，有一种到了那个三亚的那种感觉哈、啊，到三亚，啊，一出门就不大好，几米远的地方。太近了，很舒服。那洗澡的都走了，嗯，都走了。等会儿